现在双方在上半场的这个分数是比较少了一些哦。这场比赛对两队来讲都是这个阶段最大的考验。哇，达瑞亚布又接到了黄子云的一个小球妙传。在双方在上半场的这个分数是比较少了一些哦。面对到两支球队，其实在八强阶段场均都可以攻出大概80分上下的这个得分哦。现在双方打到第三节的这个阶段，得分都还没有突破40分。这场比赛对两队来讲都是这个阶段最大的考验。哇，达瑞亚布又接到了黄子云的一个小球妙传。交手最后就是靠着双方就是靠着这个罚球来去决胜负。哇，李怡婷又来了，超前之后转换的反快攻打得相当的果断，持续在运球找寻机会的是李怡婷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李玉慈这次把握住了，在差不多的位置啊。其实他从小就是跟着家里面的这个兄弟姐妹跟男生一起来打篮球啊，所以他的球风是比较凶悍一点。打进两分球。这球浦门中学差一点把球抄到，南山高中跌跌撞撞的在中距离打两分打板打进。交手最后就是靠着双方就是靠着这个罚球来去决胜负。哇，李怡婷又来了，超前之后转换的反快攻打得相当的果断。如果再失误，这一球再被打进南山，可能要考虑喊个暂停了。哇，现在的这个超节啊，仿佛是看到北一女中那场比赛啊。进攻时间还有10秒钟。李怡婷切入分到外围，陈宇的三分线 catch and shoot， 稳稳的命中。持续在运球找寻机会的是李怡婷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李玉慈这次把握住了，在差不多的位置啊。